由星洲日报主办、友邦保险 AIA 赞助的2023年第10届星洲企业楷模奖评审工作顺利完成，成绩将在12月下旬公布。我觉得这个星洲这个楷模奖哈，我觉得他们越办越好，从第一届哈开始办到今天，我觉得哦，所有参赛者的素质哈，每一年都提高。这个10年以来，我看到一个非常让人鼓舞的一个现象，就是企业家的那个精神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凡的哈。就是说，不管这个市场这个起伏啊，高低起伏啊，经过了一个疫情。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有很多打不死的小强啊，这个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很感谢星洲日报给我这个机会，10年的来跟分享。那么在我看的一路上，我看到最重要是他们的成绩表，就是说他们的 profitability 表现，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每个人的企业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单。当然，这里要谢谢很多10年来的一些 partner， 包括 Tokyo Paper， 也包括GT， Grand Tonton， 还有当然 SkyNet 这些，还有一些Winners， 他们来又来，这些人都是一直来都是支持星洲这10年以来，所以令我们很感动。我希望这些公司呢，能够尽量的把资料做足，然后认真的准备的资料应该。主办当局要求的资料应该呈上，然后应该要 summarize 一些data， 应该做好来，这样我们容易评审也容易看。From the papers submitted for judging, I must say that the contestants have all demonstrated strong recovery from the devastated COVID-19 pandemic, although the Q3 GDP has moderated to 3.3%. A suggestion for future contestants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financial data is managed in a proper manner. And I think it is most important for any business survival, right? That financial must be observed. And also, excellent companies will always outperform the market trend, even during negative market sentiment. And Sinju Business Excellence Award is testimony of this excellence. 本届星洲企业楷模奖为参赛者设立了14个类别的奖项，其中包括终身楷模成就奖、卓越楷模年度人物奖、企业持续发展奖、星洲 AIA 职场健康与保健卓越奖等等。这卓越楷模人年度奖、人物奖，这个是根据。这一年的业绩，我们不是要比业绩，也看那个企业个人的那个领导的能力。尤其这个疫情后，本来是期望经济会复苏得更快，不过遇到这个俄乌战争、地缘政治，所以在这样的挑战性的这个2023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而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年度人物奖，我是得到，我认为是要给他一个章，也给他一个肯定。首先，这2个奖项呢，这么多年主办下来呢，已经成为我们在商界里头一个非常重要这个奖项了哈，许多商界的朋友呢，都因为能够拿到这个奖呢，而感到。非常自豪，所以奖的含金量呢，肯定是非常高的。那这一次刚才我们在评审委员会里头呢，看过这参奖的几个参赛者呢，老实说呢，不简单的去选出一个最好的，大家呢都有他各方面的他们的实力哦，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面呢都有他们的。过人之处了哈，肯定是商界许多朋友尤其是给那些年轻一辈的人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如何从他们成功的道路呢，让我们自己做一个借鉴哦，这是这一点哦。这当然在这么困难呢，还是要选出最终得奖的人物啦。所以呢，也老实说了，肯定有一两位呢是真正的比较突出的。然后我也认为呢，他们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呢，这两位呢也肯定是众望所归的哦，因为他们的成绩，他们各方面的成绩，非常非常的突出，哦，也能够和这个衬托这个奖项的这个含金量了。因此呢，如果真正的被选上的时候呢，我衷心的祝贺两位得奖人，那当然也祝贺这两个奖呢，永久的主办下去哦，能够在这个商界呢擦出一片很好的火花。 2023星洲企业楷模奖的合作伙伴分别有 Fine Paper Takeo 有限公司、SkyNet 及双威度假酒店。志同会计师事务所为星洲企业楷模奖独立稽查师。代表 AIA 的话，会建议各个企业们可以把可持续性放在首要的位置，在未来的战略里面，因为这可持续性可以包括传统的风险管理，也可以包括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的policy 在里面，因为这个将会增加公司的韧性，长期的韧性，增加对投资者的信心，然后对公司的发展肯定是有长期的帮助。You can see over the years from the beginning up to today, there are number of your Sinchu winners who are today listed either on Bursa Malaysia and some of them are even listed in Hong Kong. You see, so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we can help the business. You know, some of the we used to tell those SMEs in the past, we said, don't aspire only to be jago kampung. You know, you must bring your business to the next level, out of Malaysia if possible. So this is what we are encouraging them to do through this award.